对立还有心情去想晚餐吃什么？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穿上道服相约去跆拳道馆，没想到两人竟天雷勾动地火，来场罗曼蒂克的扑倒戏码。哇！王浩南，赖皮哦！我还有更赖皮的。满满粉红泡泡让影迷们看了脸红心跳，不过看似浪漫甜蜜的背后却是武力全开，拍摄过程相当不容易，是这样子，然后啪啪，对，哇，这真的超级痛，其实蛮痛的，就是我的脚背整个一片红起来，哇，我想说我本来很高估我自己，觉得这大概是小 case 吧，我没想到居然可以被榻榻米磨成这样，我们两个真的到底有多细皮嫩肉，又要浪漫，动作又得到位，光是一颗特写镜头就拍了将近十次，周小涵和佑胜也都被榻榻米磨到破皮受伤，而向往演出黑社会女打仔的周小涵也因为第一踢太用力让佑胜吓了好大一跳，第一下蛮打脸的，对，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跟武术指导在拍的时候，武术指导也很怕我们演员不就是不会拉力道，他们都会说抽回来这样子。对，那力道就会卸掉，对不对？但小韩第一下就来，他可能很兴奋嘛，因为我觉得他蛮喜欢这种帅帅的戏，他觉得一踢我就呼。两人也透露，小学阶段都曾练过跆拳道，如今成为演员，再次穿上道服，滚了一上午，吃尽不少苦头，就是希望能为戏剧增添更多精彩性。TVBS 新闻，张昭华、赵佩宇台北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